吃饱了喝足了，收拾完毕，现在最后一次给房车加水，刚洗了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好了，我们全部收拾完毕了，现在就出发去往今天的目的地。我们今天准备去汕头。潮州。哦，潮州，汕头了，潮州。好，现在正式上高速，这边是下漳大桥，这边现在气温巨降，不知道我们去到的那边会不会要暖和一点。一冷了我们就挪过了，一冷了就挪过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广东境内，然后到达今天的第一个服务区，也是最后一个服务区，西兰服务区，准备在这儿加油尿尿。人排水，车加水，加油。对，好，车也挺好，熄火加油。哎呀，要零号柴油，下面。好，可以的。快326，快上门了。零号。哎，零号柴油。好，来回您看一下。好嘞。加完油，把车停过来，然后去上个厕所。这边的天气其实和厦门那边差不多，其实也没开多远吧。现在开了100多公里，还剩70多公里就到了。所以说这边其实感觉还是冷。不过不下雨就好。还说这个地方是广东，修改一下啊，搞错了。这个地方还是福建，这是福建的边边上，再往前开一点点就是广东。我想的只有61公里了嘛，61公里我觉得应该是潮州地界了，结果没想到还是福建地界。走吧，继续出发，还要开58分钟，就是一个小时，还有61公里就到了。走你，真的好近啊。哎，这边是封路的，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，那封起来了。终于是到达潮州了，这边天气一般般。估计外面的温度和那边差不多吧，试一下啊。哇，还是冷，这风吹起来好冷。look look， 我们的收费多少钱？93.72。好，离今天的注册地还有15.7公里呢，要去潮州市区。快到了，就在这附近了，韩江边上的停车场，即将右转进入内部道路，前面那个地方应该是。胡哥打你电话，我接了啊。接啊，这肯定找你的。喂，胡哥。哎。啊，对，我刚刚拿肉哥的手机给你打了个电话，然后在通话中。好，到达注册地。您看到好多房车在这边。嗯。走你。它有两个号，肉哥有两个号。我们刚刚到营地。这边好多房车啊。嗯。好多房车。啊。挺。对，非常近这边。没有看到月龙的车。
停在哪儿的呢？哎，辣馍月龙停在哪儿的呢？他没停在这吧？可以的，你等一下哈。没有没有，这边好多房车，但是没有看到月龙车。他们好像找错地方了。嗯，拜拜。你找错地方啦。啊，月龙没在这边，月龙去的是另外一边。我们现在要过去，但是阿挺这边出现了情况，不大不小的一个。哪个？哦，邓同学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对啊，要把这个外面的壳子拆掉，把那个弄出来，应该是里面的卡扣应该是松掉了。对对对。是吗？对，我这敲半天没有把外面的层面敲起来。我这个肯定是啊，要把弄不出来。边上这里不是这一层可能不是这样撬出来的哟。那不是这么撬，咋撬的吗？你别捅到我脚。不是，我看看，如果说这个杯子可以取出来的话，那可能也取不出来。这个杯子要是能取出来的话，就可以从这儿顶这个位置。取出来呀，只能啊，动不了了啊，卡死，全部卡死。这个咋整？这个就要么就是去汽车美容保养的那个地方问一下，他这个中控怎么拆下来。你要拿刀撬，到时候撬烂了不就麻烦了吗？我建议不要撬。应该是不会撬，它这个都是有卡扣的。我就是找不到哪里可以把它撬出来。你一会儿撬烂了，你还换个中控吗？撬烂了去撕这个。他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，我们决定先停到月龙那边去，然后再去慢慢弄。我知道，你跟着我吗？陆哥，我发了一个准确的给你。准确的？他那个还不准确吗？刚刚月龙又发了一个。好好。哇，我们刚进来，停车九分钟，六块。哇，这个地方这么坑的吗？对对对，停车九分钟六块钱。如你妹呀！我操，再贵一点。对呀、啊，超级贵，九分钟六块钱的停车费，我真是遇到的。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停车场，这样的停车场就有点太过于吸血了，对吧？九分钟六块钱，就是停进来就开始收费，他才不管你什么走错了之类的，停进来就收费。哎，好，就是这个上面了，马上到了。是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。继续往里开，是右转吗？对，右转。停车场收费5元啊，月龙车在这边。可以。汇合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了，到了，耳机取下来。哎呀，我
问胡哥，你今天要赶过来吗？一下车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有水有电啊？这边有水有电？嗯。咋找的？咋找的？找那么好的地方？这边电在那个树上嘛。那边树上也有，那边树上也有，反正满地有插销的地方都能插。水在那个门口呢，那个门口有水菜池子。然后一上那个台子是厕所，啊，倒开水箱啊什么的。可以，好得很，就是有点冷。不让钓鱼，别的都好，不让钓鱼啊。可以下去，那儿小门可以出去。啊，但是这边保安说不让钓鱼是吧？嗯，这样没什么。五块钱一天啊？二十。二十。嗯，二十。你好。谁下来了？穿着小衣服。怎么了？我还以为。谁家的狗呢？我靠，这是谁家的狗？小愣愣呀，穿个马甲不认识了。对呀、啊，穿个马甲都不认识了。水管在那个门口那儿有个水池子。嗯。可以，其实可以拉过来。啊，就是拉过来嘛。嗯。加水道就从那。管子就直接可以拉过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去吧，去拉屎去，去。哎，现在穿着衣服可以动了，哎，可以哎。啊，穿着衣服现在可以开始开始可以愣，溜达，对啊。会动了，好神奇！太猛了，神奇的小浪浪，趁他这个穿着衣服还能动，就多溜溜他，嘿嘿，让他慢慢习惯这个衣服。他就拼命的在转，在甩毛是吧？在抖毛，一直在抖，可能还是不太舒服，但是不太习惯，应该是习惯就好。最起码现在是可以动了。阿婷那个搞不定，然后我这个东西忘了，最终还是忘了。我的这一头下面那个头落在那个停车场了，就上一个停车场，回头还得买一套再找地方寄吧。盒掉下来了，哎呦喂！看我们这车脏的呀，就这一路过来，这个马路上贼脏，下着雨，特别脏。我们的车简直了，你看，月龙的也是，全是灰。阿挺的那个按钮被他一点一点按进去，一刀挑出来。太狠了，但是松是肯定松的，到时候去 4S 店弄一下。现在最起码可以开空调了。然后它这个轮胎感觉有问题，没有气，缺气。我现在把这个拿出来。这是我们的打轮胎神器。对，给大婷打打气，加个油让它。你多喝点呀，一装小伙子。真的回车上去。什么叫装小伙子？本来就是装小伙子。还是漏气是吧？我看看，现在是4.2嘛。啊。打到4.5，就这就4.5。嗯。看一下，420。4.2。上次打到4.5，现在变成4.2了。这应该算正常的吧？过了这么久。对，应该是正常，应该属于正常。因为我们主要是车重，然后又停着不动，嗯，就会出现漏气。现在它打不了后边的气，我们呢现在用我们的这个移动电源看看能不能带得动。这个后面我的这个。打气的这个，因为不知道带不带得动，我们先试一下。因为应该是不可以的啦，因为电小二是带不动的。月龙那个1000瓦的都带不动，是吧？开。虽然
然带不动，但是可以看一下，看试一下吧。这边灯是亮了，灯能爆炸。对，店小二的灯也是可以亮，但带不动。这个要带得动的话，是不是打脸了就？就啪啪打脸。啊，看一下。三点，啊、你看。这个才3.95吗？看，我就说嘛。我这个是漏气的吗？要调。我上次因为你后面太重。我上次打到5.0哎。对啊，5.0。好。对，嘣。不行，带不动，带不动。带不动。不是我后面。带不动。我后面装了一个点烟器口，我不知道够不够长。你试一下吧。好尴尬，上一秒钟说不会烧掉吧，应该不会，啪就烧掉了。应该里面坏是没坏的、啊嗯、没，它里面有保险，是有保险，就是保险烧了。我的那个后边的上次的那个烧掉了，也保险也烧了。对，烧了烧了烧了。我的那个烧了吗？我的那个也烧了。真的？对，真的。我再试一下，看看它亮灯不亮灯了，肯定不亮灯了。有点尴尬，你看烧了呀，就用不了，就用不了了，要问他们，我也不知道，很尴尬。这个东西对于点烟器插口来说的话，真的是相当的要求高，你可以把车这样正着这样开过去，开到我旁边，你就可以给后边打气了。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我有这个点烟器的延长线呢。我看看，可以，我有延长线的呀，我们干嘛搞这么复杂？开来开去的，好傻，还用一个车给另外一个车打气，这弄的，这边确实是少，这边就3.几，那这胎，它这胎有点漏气了，怎么可能漏气的？有点漏气，3.85，你看，这个确实差的有点远，我有延长线的，我买了，我靠，现在才记起来，才想起来。漏气吗？那也开了这么久了呀。刚刚和娜娜在玩游戏，玩具嘞，比目鱼嘞，比目鱼嘞，比目鱼在哪里？他穿衣服觉得不舒服。那个是长颈鹿哦，在那里呀。哎呦，真厉害哦，鸭哥！来，奖励那个。靠，你有玩具不要吃的了吗？元气蛋要不要？松蛋要不要？好久没有吃了嘞，小龟仔，是不是？哟，小龟仔好漂亮啊！现在来搞一个，搞一个哈！来下来，来下来。最喜欢的，羊蛋狗最喜欢的元气蛋。好久没得吃了哦，有半个月了吧？有没有？夹碎！哎呦呦，激动的很，激动的很。这站这边呢？啊！现在天已经蒙蒙黑了，然后胡哥呢，他在里边保养完车子，过来这边的话会比较晚，所以说我们一行人要这个出去吃饭。我们叫了个车，不知道在哪儿坐。他会在哪里？多少号车牌？好，坐上滴滴，出发。吃什么？啊？潮汕牛肉是吧？潮汕牛肉呀。嘿嘿嘿。其实我有点想吃果条了。刚刚开过来的时候看到有。他那里有果条。有果条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广播灯都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都有果条在。有哈、啊。对对对。哇，这家这么好，我们现在到了。啊、谢谢师傅。哎呦，师傅给我们讲，超级大。观塘兄弟牛肉店，哦，超级大。看，我会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全是他家。我会炸。会炸。牛，掰。
好，这边生意是真的好，我们被叫上了，叫到了二楼，但是没有服务员啊，我们要找找服务员。你好，服务员，五位坐哪里？他们让我们上来二楼。五个人。来看看他们家，做那么大店，做那么大，但是他们家牛肉其实我不知道分量多少，但是价格并不贵，29、29、29，不知道是多少。我们在三楼的时候买，整个是比较便宜，就看价格来说比较便宜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的是牛肉炒粿条，要的三份，我月龙阿弟。肉爪吃，湿炒粿，来看看我们的湿炒粿条。这个跟湿炒牛炒粿条啊，就差不多的，对，差不多。对，但是这个东西不一样，这个东西不一样，好吧？牛肉给的好多啊，15块钱一份，还可以。来看看。肉佐，小凯不在，肉佐就给大家烫牛肉。这个应该是嫩肉吧，这一块。是。来，手法。这个几秒？用上你们的手法。20秒、30秒。甩一下。甩一下。甩一下。我不会甩。那个百香果汁是怎么样的？啊？现在还没有得一个。饮料了。饮料百香果汁。对。给我拿一百香果汁，白色就可以。哎，你们喝什么？我也要百香果汁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再来第二波，这是吊龙。叫了一期，然后来吧，我就只能吃一遍，意识一下，不能吃多。牛肉是发物，据说是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吊龙是哪？有人知道？知道的。牛背上的。牛背上的，来尝一下，是肉佐给我做的沙茶酱。来潮汕这一点，牛肉吃的过瘾。香，好香。老胡到了，哎，老胡就停那边吧。8点多了都。8点半了哈。来给他指挥一下，你看一下你停哪边，老胡，你看一下你停哪边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水在那边，这个营地那个20块钱一天，是不是没电了？没电了啊。现在多少钱一天？20块钱一天，可以啊，有水有电啊。水在那边，水在那边。对，然后电的话，在他们跳广场舞那边也有，然后月龙亭的这个不需要电，门口也有。对，我叫水。你要水的话，就其实可以停这儿，就不用停到那边。啊，这儿有水啊？水在那个位置。哪个位置？就那个房子，房子旁边，哦、有个水。来看看，大家知道为什么阿婷老是猫在房车里边了吧？阿挺是正宗的宅男，宅男中的宅男，玩游戏呢，在这儿，哥，每天都玩，只是今天给他拍下来了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阿克苏冰糖心苹果，从我们的那个经销商那边拿的，然后分给大家吃一下，让肉佐去分。哇，来肉佐。开一下户外灯，把这个苹果开个箱，然后分给大家吃一下。拿刀来，那个灯够不够啊？不够，再加一个。刀来，那个灯够不够啊？够了。对。你提到这个上？不，脏的，脏得很。我是有洁癖的人，嘿嘿嘿，说出来自己都不信。
嗯，好香啊，还是那熟悉的味道。哦哟，这么大个。嗯，好大。哇，很爽。好香哦。拿个塑料袋出来给大家拿点。拿个塑料袋出来给大家一人拿点分了。你嘴巴不是张不开吗？对呀，正好到了这个苹果。我这苹果好红哦哈。老婆给我小苹果。看一下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。好不好？嗯，锤的。哇！这就冰糖心，冰糖心其实应该是这样切。对。对，你来试一个，你来这样切。它应该是这种横切面的这种切，对，对不应该是竖，对，竖的，它是这种，这种。对。这种切看着有点怪怪的哈。嗯。有一个网友他买了一箱，还是我们然后说回家吃，结果他一回家拿这个叉叉叉，他一回家不急了，他一回家一个都没有了。好吃吗？嗯，好甜，好吃。哇，好甜哦！就不是红富士啊那些味道，嗯，可以比拟的。它会有那种香味，对，会有那个香味。嗯，好吃。这个比红富士好吃，毕竟十算下来钱不一样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对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。嗯。嗯，而且没有什么，它这个星星，对，它星星是可以吃，星星都很甜，对，没有什么浪费的地方，嗯，